另外有一个这个不动明王金刚的长咒，我们念短咒就可以了，念短咒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念长咒。因为按照当初的时候师父讲，长咒、短咒、心咒，任何一个咒，功德一样。功德一样，所以你不用说念长咒、念短咒、又念心咒，不一定的，就是因为它的功德一样嘛。那你不一定要三个咒一起念，你只要学会一个咒就可以。当时师父讲的，我也曾经问过师父，到底长咒功德大？还是短咒功德大，还是心咒功德大？他说功德一样，非常清楚。所以你只要念南无三曼多摩多南瓦日拉南汉就可以了。这是回答香港莲花委招的。